好，我们看例题八。他说这个角度九十、四十五、六十，那因为这个加起来三百六嘛，那我就可以算出这是一百六十五，还有这四十五嘛，所以我就知道哈，我把画一个水平线，这四十五加九十，这个角度就四十五加九十，还有这两个平行嘛，所以这六十，这是六十。啊，加起来当然会等于360。那他现在问说 TA 跟 TB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拉米定理。拉米定理说 TA 哈，除以那个 sin 90度加45度，它会等于 W， 它除以 sin。160度等于180度哈，减15度了，会等于 TB 要除以360度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 cos 45度，所以这是根号二分之一，这个等于 sin 15度，四分之根号六减根号二。360度，二分之根号三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那个 TA 跟 TB。那 TA 等于多少？根号二分之一乘过来，根号二分之一再乘以多少？再把它翻上去，根号六减根号二分之四 ，W。那这可以约分的啊，约掉个二。二的四，所以根号三减一分之二两米。好，再我们看 TB 等于多少？把它乘过去，二分之根号三，再乘多少呢？翻过来，根号六减根号二分之四，等于六。那这样可以约分了哈，二的四。然后上下再把它除以根号2，就根号3减1，再除以根号变成根号2，这是根号6，那边。